大家好，我是老将陈庸基。大家好，我是老人张泰山。中华职棒联盟球迷大会热闹登场，不止统一师啦啦队 UNI Girls 大跳热舞，炒热气氛。吸睛的还有这个。我跟他讲话。对对对，我们的目标重点是总冠军，就被嫌弃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带你回家。同一支球员轮流使用壁咚绝招，面对内心向往的冠军杯大方告白，台下粉丝忍不住尖叫，现场气氛嗨到不行。面对即将展开的新球季，队员使出浑身解数较劲，希望今年能将冠军牢牢抓住。很高兴今天这么多球迷来到这边，就是支持中华职棒，也支持各队以及统一师。那今年球季快要开始了，不止你们很期待这个球季的到来，我们选手也非常的期待。那去年我们错失了总冠军，今年我们会跑回来。谢谢大家。同一师副队长陈庸基也表示，他们会用最认真的态度面对接下来的比赛，迈向总冠军，回应球迷期待。中央记者张新伟桃园采访报道。刚刚是彩排，那个大家知道哈。